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コビーセブンのコビーシー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跟各位足足推了二十年，台湾呢，从教育部到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一直到现在台湾走透透，三峰国小最热情，给自己掌声鼓励鼓励。我也不是故意要这么厉害，因为啊，我们这边的国家啊，有一个特优第一名的局长，我们蒋局长刚拿到特优第一名，给他掌声鼓励鼓励。来，李福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阿法里呢，阿花。我们客家人呢，在拜拜的时候，冲两个时间，我们用的不是一滴一滴、一根一根的花，而是像这样叠在盘子里的盘花。为什么盘花要叠得圆圆的，这么多颜色？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大家，盘花用人老爷，你们盘花归你喝哟。也不念等他有规的你两个恶龙出来的时候，我就靠他了。怎么靠他？想不想知道？啊哈！我等一下再告诉你好不好？好。那现在呢？各位你很想看到什么叫做特优第一名，对不对？读书考第一名都很难的。中满呢，全国这么多客家书局，大家都这么努力，为什么呢？这么漂亮的局长，竟然是特优第一名，我真的很羡慕桃园市。掌声欢迎我们蒋局长。加油哦！谢谢局长，感谢动动家。
会拿走，什么都在里面不正经也会拿走。那你是问都会拿走就会拿好就会到就会故意这朋友来发生他敢发来接触他敢问他。还是要谢谢我们山峰国小哥的老师，尤其是校长的大力支持，还有我们家长会的大力推动。作为社区的理事长啊，陈理事长还有张主委负责大力协助，不管是我们游学课的课程，还是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不良文化的推动，也希望